据台媒报道，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政府公布二零二五财政年度预算案，首度在该预算案里编列一亿美元经费，协助台湾地区强化所谓“贺阻力”。美国官员表示，这是预算案首度单独列出台湾地区，展现对台所谓安全承诺。 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没有特别的紧张。对于台海情势，台防务部门主管表示，两岸紧张情势让他提心吊胆，而台安全部门主管却称，近期两岸局势并没有兵凶战危的氛围。两部门为何对台海形势认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解读。 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在台立法机构联手通过成立静电视深涉调阅专案小组，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却表示此举会有政治干预的问题。对于陈耀祥的态度，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则用最近被热议的电影《周楚除三害》提出警告。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两岸，两岸关注，欢迎收看海峡卫视今日海峡，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据台媒报道，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政府公布二零二五财政年度预算案，首度在该预算案里编列一亿美元经费，协助台湾地区强化所谓“核阻力”。美国官员表示，这是预算案首度单独列出台湾地区，展现对台所谓安全承诺。 另外，因应透过总统拨款权均援台湾地区预算案，也首度编列五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库存。美国政府当地时间十一号公布二零二五财政年度预算案，在美国国务院编列一亿美元，约合三十一点四亿元新台币，协助台湾地区所谓强化安全。 美国国务院称，这是笔历史性投资，将用于包括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管道援助军备等方式，提升台湾地区所谓“核阻力”。We we break ou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um, and have a specific line item for it.、Uh, reaffirms our commitment to、uh,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Taiwan and to a free and open、uh, Indo-Pacific. 此外，美国二零二五财政年度预算案也在美国国防部编列五亿美元的经费，用于补充美国透过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地区军援后的美国武器库存，同时也让美国能更换其弹药和装备的库存，保持备战状态。近年来，正是由于美国不断对台军售，岛内台独分子有寄望以美谋独，导致两岸情势愈发紧张。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2021年将台湾地区列为世界最危险地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刊出自家主持人扎卡里亚的评论，他认为台湾地区只会变得更危险。扎卡里亚在文章中指出，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是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断扩大，中美关系是好是坏的一大核心是台湾问题。 扎卡里亚认为，台湾问题需要管控，中美都需要相当谨慎的处理，必须保持沟通，确保不会发生误解和误判。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连线一下北京演播室的嘉宾、是视频论员朱宗林。朱先生，美国政府公布了二零二五财政年度预算案，那么在国务院编列一亿美元，协助台湾地区强化所谓“贺阻力”。 美国国务院呢还称这是一笔所谓的历史性投资，想请教您对此有何评价？呃，针对这个所谓的历史性投资啊，其实。 呃，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啊，这分管此事的副国务卿啊，专门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阐释，就是美方直接明确讲出来了呀、啊，这一亿美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对台的这个军售啊，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个呃，对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援助啊，都超过一亿美元。那这次这个一亿美元呢，反而称之为这个历史性投资啊，其实恐怕其中是有缘故的。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呃，这些呃费用就是为台湾当局啊，这个去。 进行是新的军事融资，目的呢，就是为了加强对台海地区的威慑。所谓加强对台海地区的威慑，就是加强对大陆这个方面的一个威慑，使得呢，呃，美方所期待的那种这个呃台海地区的这个军事呃和平啊继续存在。所以说这就足以可以看得出来呢，美方呃、啊、之所以要向，要在他的这个呃财年的这个计划里边儿、啊、呃专门列上台湾这样一个项目，而且呢明确呃列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干什么，呃而且呢为。 下一步啊，直接跟中国的这个竞争啊，也直直接非常赤裸裸的提出了叫板，因为呃这次这个财年当中啊，涉及到中国方面呢，明确讲的就是要进行这个呃呃投资结盟，然后呢和中国进行竞争，直至把在竞争当中呢把中国击溃，呃所以看可以看得出来呢，通过这一亿。 呃，所谓的这个历史性投资的这个计划呀、啊，其实美方是在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而且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啊、遮遮掩掩，进一步的赤裸化，进一步的呀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度。可以说，美方在这个、呃、通过台湾来牵制中国、以台制华等等这些方面呢，这个呃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那么这种做法呢，是呃明确的对中国的警告啊，执中执中国的警告于不顾，而且呢，美方对自己的承诺呢，也呃这个置于一边。 本身根本就就不去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继续按照他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来在台海地区啊继续打台打台湾牌。对此呢，应该说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好的，感谢朱先生。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三月九号报道，随着美方的加速打压，抖音国际版 TikTok 被封禁或出售的选项似乎被摆到了台面上，这也引起了潜在买家的兴趣，甚至是觊觎。 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披露称，游戏发行商动视暴雪前首席执行官博比科蒂克不仅向 OpenAI 等潜在合作伙伴提出了收购 TikTok 的想法，还已经接触了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并表达了收购兴趣。不过，字节跳动方面出面否认了这一报道。 当地时间三月五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公布一项立法提案，要求字节跳动在一百六十五天之内剥离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否则 TikTok 将在各大应用商店被禁止上架。不过，面对这项提案，字节跳动没有坐以待毙。 三月七号当天，TikTok 向其一点七亿用户推送了可能会被美国国会立法封禁的消息，大量 TikTok 用户潮水般致电美国国会办公室，要求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对于 TikTok 可能被出售，美国科技和媒体巨头已纷纷在觊觎。报道称，最近几天，一些企业高管讨论过，如果字节跳动同意出售，就会出手收购 TikTok。《华尔街日报》据知情人士透露。 视频游戏发行商动视暴雪前首席执行官科蒂克已经接触了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张一鸣，表达了收购 TikTok 的兴趣。这一收购价格估计会达到数千亿美元。此后，字节跳动方面回应称，这一报道消息不实，公司创始人张一鸣没有与任何人沟通过相关事宜。事实上，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曾对 TikTok 进行大肆打压，并逼迫,迫其出售。 当时，微软和甲骨文等美国科技企业，以及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都曾传出过想要收购 TikTok 的消息。而到了拜登政府时期，打压行动也未减少。二零二二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拜登曾签署一项政府拨款法案，其中包括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人员在政府下发的设备上使用或下载 TikTok。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曾表示，美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一再对有关企业搞有罪推定、无理打压。毛宁强调，专业的问题应当通过专业的方式来解决，打压别人不能让自己更强大。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频频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大做文章，宣称这些起重机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所谓潜在风险。对此，大型起重机制造商上海振华重工发布声明，强调其所提供的起重机不会对任何港口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公司一直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合规经营。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刊发报道，提到美国港口使用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近八成是由振华重工生产的，这使得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情报官员越来越担心，振华重工制造的巨型起重机可能造成干扰和实施间谍活动。 早在二零二三年三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所谓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就盯上了树立在美国多地，包括几个军用港口在内的中国重型起重机，并称其能发挥所谓间谍作用。随后，该委员会又在二零二三年七月开启了对瑞士 ABB 集团的调查，声称该企业向振华重工提供的软件和设备可能对美国构成所谓风险。其实，我觉得他对振华这次来讲。 会用这个违反国家安全，然后又可能泄露情报啊等等，扣这些莫名其妙的礼物，其实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要阻止中美的贸易，就不让你中国赚钱了。嗯，看到你赚钱，赚到全世界九成的国家都买你这个机器来做吊车，他眼红，他觉得说我就打压你，叫全世界把你扣一个罪名，说你会泄露国家机密，然后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甚至于美国警告。 美中美国自己国国内的一些企业来讲，不要再买振华重机。对于美方相关报道，振华重工九号回应称，该公司认真对待美方顾虑，并认为这些报道在没有充分事实审查的情况下，容易误导公众。 振华重工在声明中称，该公司一直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合规经营。振华重工供应的起重机应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港口，这些起重机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客户确定的技术规格进行设计、制造、运输、安装、调试、验收、交付。 针对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日前曾回应称：“所谓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构成安全风险，完全是无稽之谈。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产品和企业，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只会加剧全球产工链安全风险，最终损人害己。”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为中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中方也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日前在台立法机构表示，两岸紧张情势让他提心吊胆，紧张的睡不好。但十一号台安全部门主管蔡明燕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却表示，近期两岸局势并没有兵凶战危的氛围。我想请教一下，近期你睡得好吗？我从来没有想到，睡觉的问题比专业问题还要难回答。 我讲睡得好，好像我不重视台海紧张情势。我说我睡不好，好像说台海情势很紧张。好，有在睡觉。同样问题，此前曾丢给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他倒是想都没想就能回答。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我每天提心吊胆的。晚上睡得好吗？我睡得不好。他没什么不能的，这我制止不了。 近期两岸情势升温是台湾舆论的共识。邱国正的睡不好，在蔡明燕这里却没能引发共鸣。还表示，近期两岸局势并没有兵凶战危的气氛，没有特别的紧张打脸邱国正啊！后面的几天确实有一些海事的活动，但是从三月一号开始，这些海事的活动已经趋于平静。两人对台海情势各自表述落差极大，民众该信谁的呢？他因为身份的关系，他也许。 做了比较多的政治考量，但我其实觉得不必要。我觉得应该是把状况说清楚。而台防务部门与台安全部门不同调的，还有所谓第一击的界定。无人机，它不是枪弹啊，它也来了。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打掉。我们不是第一级，他第一级。我们把这个界定把它很清楚。实体越界就第一级，这个话并不等于只要越界我就打，不能画等号。 对，要看能不能画等号。请问你，要看现实的状况。副部长能不能画等号？这是一个原则了。报委员不能画等号，这是一个原则。第一机说法引发外界争议后，十二号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受访时，态度又有所保留。一定有个程序吧？该要去问的，该要去啊，呃、<对>这个哎，辨证或者该要警告的啊、呃，当然你不要误解了，要好像讲我们变蛮干，程序还要走。 但是平常就准备好。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林明正。林先生看了上述的新闻，那么您认为台安全部门和台防务部门为何对台海形势的认知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呢？林先生，呃，我想啊，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叫“换了位置啊，就换了脑袋、啊”，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 屁股坐的位置不同啊，当然呢，脑袋呢，想法呢也会有所不一样。那像邱国正呢，他的主管呢是所谓的防务的部分，那他呢基本上也是个军人出身哦，想的呢一切都是纯粹的这个军事的作为哦，呃军事的思维方式。那特别是呢，目前呢现在在第一线上面面对大陆的压力的主要来源的，也是他手下的官兵哦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当然呢，担心的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特别是认为呢这样子情况一旦呢前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情况，那恐怕呢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当然非常的担心。可是蔡明燕呢，他不一样啊，他主管叫安全部门，安全部门呢，除了这些军事啊情报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担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任务。什么政治任务呢？对台湾来说呢，稳定民心呐、啊，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啊。 如果今天大家呢都人心惶惶了，都开始担心说，哎，两岸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擦枪走火了？那对这个民进党啊，蔡英文或是不管接下来要接任的赖清德呢，那都是会坐立难安啊，因为民心浮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呢，蔡明燕他当然还肩负了这个政治性的任务，政治性的任务就是就是要安定民心嘛。所以他知不知道这些邱国正知道的内容，肯定是知道的。蔡明燕对这些相关的情资啊。 肯定是寥若之掌，清楚的不得了。可是由于呢，他肩负的还有政治性的任务，所以呢，他必须要讲啊，没有啊，看起来两岸呢并没有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危险呐、啊。那目的呢，就是透过他的口呢，来协助这个民进党安定这个民心。那我想呢，事实是怎么样？这两位呢，呃，非常的清楚。对于台湾来说，这样的敌意螺旋不断的上升，那这样子粉饰太平，真的是好事情吗？这个呢，就考验。 蔡英文以及后续赖清德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智慧了？好的，感谢林明正先生。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了解台海资讯，轻松掌握实事。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一四五零就去咬你。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啊，又出事了啊！快按一下 play。 跟台独一样，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协议里面就是中国 DNA 啊。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梦里，我也不知道我的路该怎么走。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在小小的地方。 去有,、啊、有风的地方。三月六日起，每晚十八点三十五分，就在海峡卫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湾电价将在四月调整，不少民众都关心电价到底会涨多少。 十二号，台经济部门召开电价工作小组会议。不过，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下午受访时还表示，涨幅多少还没有定案。目前在这个呃盘算当中，哈，也在作业当中，那所以呃还没有定案。那呃我们还是在这一段时间要赶快来加紧作业。 十二号，台经济部门召开电价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电价调整议题。但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表示，涨幅还没有定案，毕竟电价调整关系到方方面面。台媒报道称，接下来台经济部门还要再开三场电价工作小组会议来讨论，预计在三月中下旬会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正式拍板四月电价。 虽然没有正式定案，但透过台经济部门已提出的相关调整方案，根据现有规划，一般小家庭民生用电涨幅为百分之五，小商家平均调幅约百分之十，一般产业用户涨百分之十五左右。至于工业特大户，则预估要调涨超过两成。而对于特大户的定义是，用电量连续两年成长且在五十亿度以上。 台媒称，台积电、美光等半导体业大厂将首当其冲。高科技产业的部分，事实上现在，呃，面临国际的要求。事实上，它说采用力能的部分，你不能把所有台电的亏损完全框架在电费的调整上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政策是你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台电的亏损。 而民生用电若以现在两个月的三万五千新台币电费来算，一个月就得多付三千新台币左右，而这还不是夏季用电时段，业者十分无奈。涨价起来应该差不多四万左右了啊，还是有一点压力啦啊，也没办法，都是熟客人，啊涨你又不能涨多。从上游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再到小店家，无一幸免。 近年来，受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冲击，台电亏损不断扩大。尽管台当局已连续两年向台电增资，但截至去年底，台电累计亏损仍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亿新台币。今年如果完全不调整电价，预计台电再亏两千一百二十四亿新台币，资产净值将减少至二百二十八亿新台币，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 对此，台湾联合报日前也发表文章批评，岛内能源政策不改，涨电价就是个无底洞。如今台电累计亏损高达近四千亿元新台币，蔡英文当局的临别大礼就是要大涨电价，让民众为台电的亏损埋单。如此一来，也等于要民众为蔡英文的错误政策埋单。 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内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地区生育率是全球倒数第一。到了2024年1月，台湾地区总人口已降至2341.9万人，岛内少子化情况日趋严峻。台湾地区面临少子化，要不要孕育下一代？年轻人看法普遍较为消极。我目前是没有没有想要，对，但是之后怎么样也也不知道。 根据台内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二零二四年一月，台湾地区总人口数已降至两千三百四十一点九万人。而二零二三年，台湾地区生育率是全球倒数第一，出生人数持续低于死亡人数。因为这个社会增加这一块无法抵消自然增加这一块的一个负数，所以就看到了一个人口负数的一个状况。另外，据台内务部门公布少子化浪潮的调查报告显示。 二零二二年，台湾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三十点七岁，比二零一三年整整多了一岁；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龄则为三十一点四三岁。台湾女性晚婚甚至不婚的比例不断上升，进一步加重岛内少子化危机。有专家表示，如何提高岛内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台当局首当其冲的挑战。让女性他们也觉得说，咦，生育。 对他们来讲，不至于是说让他们去丧失掉整个工作生涯，而是说他们可能可以在生育之后，即使短暂的离开职场，还是可以重新回到职场。至于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则持续增加至四百三十一万人，逼近两成。岛内专家表示，少子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劳动市场缺工、社会福利支出以及退休基金受到冲击的情况，也将越来越严重。 日前，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明批评蓝营明代素质差得很平均，遭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反击，就像是泼妇骂街。不要用恶意的攻击、恶意的攻击啊！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再一次提名提醒柯建明总召，你不要水准低到啊，呃，是泼妇骂街。他说叫我不要泼妇骂街哈，其实我讲的话是。 啊、哦，就是是三业体点。日前，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出多项台立法机构改革修法，并顺利交付审查。柯建明不满蓝营的作为，在脸书开枪，蓝营明代素质差，引爆战火。终于引蛇出洞了，救援出现了。有句话叫做“良药苦口，中原逆耳”，请苏云好思考。我们现在怎么民主进步党变成民主退步党的呢？国民党。 最好有第二次的集训，之后去上课，可能大家都比较听得懂。面对柯建明的嘲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列出民进党当局七大罪状，包括民进党刻意操作两岸对立，恶意所谓抗中，使台湾面临战争危机；在民进党施政八年内，十个国家与台湾地区断绝关系，台外事部门被戏称为所谓“断交部”等。 傅昆琪批评民进党只为政党利益，视台湾民众为草芥，且置社会于不顾。要讲败坏台湾、践踏民众，谁能超越民进党及柯建明针对柯建明的频频出击，台湾时事评论员李义修在脸书发文指出，柯建明接近的目标是想把战场从台行政机构拉到台立法机构，避免内部工作做太烂被针对放大。民进党的焦虑感很强，民进党新生代很拉胯。 只能透过攻击外敌来降低焦虑感。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是一号上午赴立法机构所谓交通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现场国民党及民代怒呛台所谓通传会主导吊销中天电视台的执照案。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通过成立静电视深涉调阅专案小组。 要对整个他过去为什么吊销媒体的执照，而在法院又是五连败，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开会到底谁主导，能够扼杀媒体的声音，我们要一个清楚的一个答案。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十一号受访时指出，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任职期间，把台湾重要媒体公器吊销执照，必须成立调阅委员会，让岛内了解恶行恶状。不止陈耀祥要下台，相关人等都要受处罚。NCC 啊，嗯，这个战功标炳啊，连处转会啊，要称自己为东厂都比不上 NCC。本席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就是贪污赌资的被告，本席会调查你所有一切贪赌的行为。此外，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鲁明哲还质问陈耀祥：当年他指定的七位中天撤照听证鉴定人，如今都平步青云，甚至还有人成为民进党的不分区民代，这难道还说没有绿营背景吗？除了中天新闻台撤照案。 蓝营还把矛头对准静电式深社及后续弊案争议，特提案成立静电式深社及后续弊案争议调阅专案小组，履行本院委员监督之职责。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十一号联手提案，要求成立静电式深设及后续弊案争议调阅专案小组，并以微弱优势通过成立。 对此，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却表示，此举会有政治干预的问题。对于陈耀祥的态度，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则用最近被热议的电影《周楚除三害》提出警告：“周楚除三害，请你好好的记在心里。”我个人不是周楚，我们也是依法去处理这个事情。谢谢。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请教一下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林明正，林先生。 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啊，在台立法机构成立了静电式调阅专案小组。您认为目标只是对准静电式的审议问题吗？同时想请教您，未来蓝白阵营在台立法机构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呢？呃，我想啊，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他们两党呢，目前都是属于这个在野党的角色，互相合作呢，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这是蓝白合的另外一个合作模式。 为什么呢？因为呢，呃，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讲说，呃，这个蓝白啊很难合作。可是我觉得，透过这种小的议题，因为目前看起来静电式这个议题呢，在社会上呢，呃，普遍上来说打击面没有那么大，只涉及你单方面民进党有没有独后静电式甚至图利静电式的行为啊。所以透过呢，先针对调阅静电式的相关档案啊，它审理过程的相关档案呢、啊，那两边呢互相磨合，开始合作。 我觉得，如果当静电式这件事情呢，呃，蓝白合作的顺了，后续包括其他很多民进党任内的弊案，不管是疫苗啦，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超市的这个鸡蛋的问题啊，等等的之类的，都可以透过类似合作的方式，好好针对这个蔡英文啊八年执政期间的弊案呢，好好来大家来也都来调阅一下，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对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呢，我们也期盼这次这个静电式的这个调阅呢，后续能够顺利的推展下去，那促进在野党啊揭发更多民进党执政时间的这个很多不好的弊案。好的，感谢林明正先生。 阮经天主演的《周楚除三害》去年在台湾上映，收获了五千万新台币的票房。日前在大陆上映，也获得了亮眼的票房成绩。阮经天自述，诠释角色的原型是台湾十大枪击要犯之一的刘焕荣。他生前犯下多起杀人案，但所杀之人多数为黑道。 电影《周楚除三害》的人物原型是一九五七年出生于台中北屯眷村的刘焕荣，他作风凶狠冷血，被称为“神经瘤，是当时竹联帮的头号杀手。在一九八零年代，连续犯下桃园大树林帮老大杨伯峰、郭江南及林龙腾、大湖帮老大廖龙辉、帮内兄弟尤国玲等多起枪击命案，与纪德旺律师事务所黑吃黑抢案，被列为十大枪击要犯。 此后，刘焕荣四处流亡，最后因走私毒品在日本遭逮捕。刘焕荣自日本押解回台接受审判，但他所犯下的多起杀人案分别由不同法院审理。再加上他所涉案件除了陈家灭门血案外，其他被害人全为黑道中人，而陈家灭门血案他又不是主嫌，因此曾多次被判无期徒刑。 直到台湾高等法院发现后并案审理，经过七年缠讼，才在一九九三年判处他死刑确定。在死刑定验后，多名民意代表、律师认为刘焕荣重义气、真心悔过，且所杀之人多数为黑道，并非杀害无辜之人，希望司法能网开一面，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支持废除死刑的社运团体，时任民代谢启大、李进勇、柯建明、施台生等二十余人发动联署，希望枪下留人。但台法务部门认为，刘焕荣连续杀害五人，行径相当恶毒。当时的台法务部门主管马英九仍在1993年批准刘焕荣死刑执行令。隔天凌晨，刘焕荣就在台北看守所被执行枪决。 电影《周楚除三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片段颇为经典。主角陈桂林无意当中发现了邪教头目，原来就是他要找的通缉犯林路河，并且林路河还在欺骗、荼毒信众。从电影映射到现实当中，如今的台湾社会也被人许诺，二零二五年会实现非核家园，被人许诺不会缺电、不涨电价，被人许诺维护食品安全，被人许诺可以组团去大陆旅游。 被人许诺可以维护所谓两岸现状，但事实却是这些许诺根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只是蒙蔽台湾民众的话术，只是蛊惑人心的手段。也许啊，现在的台湾政坛也需要这样的一位周楚，彻底打破这些迷梦，让台湾民众走出这混沌的政治泥潭，看清这真实的世界。但谁会是这周楚呢？也许台湾民众正在迷茫。 也许台湾民众也在找寻。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二零二四大选前，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爆出将老家新竹的农地违规作为停车场出租，遭新竹市府要求限期改善。目前农地已整地完成，并种上了八乐树苗。而反观赖清德，在选后仍深陷房屋土地争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前被曝新竹农地违规当作停车场使用，如今可以看到已经整地完毕，并且铺上了可农用土壤，还种植芭乐树苗。面对二零二四大选前的房屋土地争议，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积极配合，已按规定完成整改，并种上芭乐树苗。第一步要先恢复农地嘛，总要先达到标准啊。至于后续，我有跟我爸爸妈妈讲了，我说大概我也不可能。 回去当什么信徒当医生了，所以那个就，那个大概回去住也不太不太可能啊，周遭的铁围栏和呃铁皮都把它撤除，把它种植的面积跟呃距离都是按照市府的规范，会等下礼拜一或礼拜二，呃市政府来派员一起来会看之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就正式的向市市政府申请结案。 而同一时间，陷入老家违建争议的赖清德曾宣称会将违建的新北万里老家交付公益信托，成立矿工纪念馆，但目前毫无进展消息。相关公益信托的事宜，呃，赖清德主席的家人呃已经全权委托律师以及相关团队在进行中，那相关的程序都持续的进行中。柯文哲老家违建停车场已经恢复，但赖清德老家违建问题，选前说信托，选后就没下文。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黄国昌在质询时怒批台选务部门，相关的查核哈的这个机制规定不用查核，他说我承认是他的，我是要查核什么？是由权责机关他奠定，权责机关就是你们吗？不是那个，目前他所指的不动产是指有权状跟税籍资料的土地跟建物，所以你的内容是什么？他不会申报没有关系，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呃。 目前的法规规定，这个是没有在申报的范围之列。不,不过选举选都选完了，赖皮聊会不会处理？其实民众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台数位发展部门近日来争议不断。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新日前爆出猛料，他说有许多绿营的侧翼和网军蛰伏在台数发部门约聘人员当中。他看到有几个人每天都在脸书上骂他，那都是所谓的公务人员，他都知道是谁。徐巧新十号在台湾电视政论节目中表示，现在不论蓝绿都对台数位发展部门主管唐凤多有批评。我看到有几个人就在脸书上每天骂我啊。 那都是所谓的公务人员呐、啊，嗯、哦，就我都知道是谁啊，我只是没有把他名字讲出来而已，不代表我不知道你在数位部上班呐、啊，嗯，所以他们里面很多都被我们认为是不是叫做网军，是不是叫侧翼，全部都直服在这个数发部的三百个约聘人员里面。台数位发展部门不仅陷入网军争议，而且打诈没成效，花钱如流水。 台数位发展部门预算被踢爆，大撒币四亿元新台币搬迁办公室，另有三十二项出境计划，一年累计在海外多达三百二十九天，其中两个工作人员到美国旧金山八天，花费七十二万新台币，机票一个人就高达十七万新台币。对此争议，台数位发展部门罕见火速澄清称，是因疫情解封，旅客增加，航空燃油价上涨。 美欧及亚太地区机票调涨约百分之三十，所导致。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游书慧就讽刺：“打杂效率有这么高就好，摊上唐凤这样的主管，台数位发展部门的成绩和专业才会这样被质疑。”唐凤这个根本就是狡辩因为通常立法院通过了预算就是那个出差出差费就是整笔的预算名目，嗯，哦、那。 通常人家当然会用平均值来算，你大概一年要出去多少人嘛？怎么可能一个人到十七万？我我觉得他很多现象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花钱没有什么概念、啊 具体而言，他都在做什么？比如躺在行政院的地上摆拍，然后呢上船。嗯、比如他去以色列参加会议的时候，他的当时叫 Twitter，他的 Twitter 上面写的是哦，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b 贝狗特别好吃，<laughs> 就是你都在分享这些 Weibo，你跑出去跟人家介绍很多，说我们多厉害，就你自己回到之后，大家都觉得你做的很烂，那你去跟人家介绍心酸的嘛？嗯、你不丢脸，我为你觉得我们这个很颜面无光。 了解台海资讯，轻松掌握实事。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一四五零就去咬你。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啊，又出事了啊！快按一下 play。这就跟台独一样，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协议里面就是中国 DNA 啊！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啊 北市新庄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师傅，五十年来坚持用手工制鼓，不仅在台湾名声响亮，甚至大陆寺庙都跨海来定制。在安徽芜湖，有台商利用当地特产五华鸡开发鲍鱼五华鸡汤冷冻包，除了卖到小县城里的各大餐厅，也变成礼盒抢攻高端伴手礼市场。海峡拼经济，每个周末为您讲述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欢迎回来，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切切实实让台胞享受到就医便利，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鹭江公证处、厦门长庚医院，在全国首创推行医保加公证服务。该服务上线至今半个多月，已有近百名台胞咨询相关事宜，有七名台胞成功直接办理公证业务。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有个家属啊，哈，就是住院，已经住到五天了。 像那我想要来这边办，我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您需要携带您的通行证，<是>然后您的居住证，啊，oh. 就台湾居住证，<是>或者说您的台湾地区的身份证，还要身份证，oh. 对，好，oh. 还有您的出院证明，oh. 还有一个是发票，您的出院到时候结算的发票，好，oh. oh. 来做办理公证。 据了解，参加台湾地区健保的台胞，在大陆因发生不可预期的紧急伤病或紧急分娩就医后，必须在当地医疗机构就医的，可申请台湾健保核退医疗费用。根据台湾方面现行规定，台胞在住院五日以上（含五日）的医疗费用，需要本人出院后在大陆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之后再赴台办理后续事宜。 因为鉴保要求就是符合公需要公证的台胞的话，基本上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住院的天数要超过五天，那另外一个的话必须是急性发病的那一些情况。为解决台胞在厦门就医、医疗费用回台报销、路途远、手续杂、期限久等困难，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厦门鹭江公证处、厦门长庚医院。 在大陆首创推行医保加公证服务，推动台胞健保和退公证环节试点前移至医保台胞服务站，实现院内值办、线上公证，让台胞享受就医便利。这一次算是第二次在厦门住院了。那我上一次住院的时候，其实我出院是需要到公证处去预约，然后再到那边去办理。那这一次。 我这次住院之后呢，就发现说可以有这个管道，那是公证处的人直接到长庚医院来，那我就按照我出院那一天的时间跟公证处来做办理，那节省了我很多交通的时间啊实在对我来讲实在太方便了。那近半个月的话，就是来咨询这一项业务的已经有近百人次了，那办理在我们这里办理的线上公证的共有七人次。 据悉，台胞在厦门长庚医院医保台胞服务站完成公证办理后，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自取公证书正本。待收到公证书正本，并确认台湾海基会已获取公证书副本后，就可赴台办理后续核退事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